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09年，3月8号，台北松山机场观景台10:40所拍摄的是飞往澎湖马公的华信航空 ETR-72600型螺旋桨客机准备滚行起飞。开始滚行，你看，加速，跑了。飞往澎湖马公的华信 ATR-72600型螺旋桨客机。看看，继续 take off， 起飞。起来了，你看，有没有飞飞？华信航空滚行起飞。等一下，哥哥，没宣传的吗？咱们多久我们都要去逛一下，热闹，拜拜。好，就那，拜拜。